这位粉丝是我见过最能打的一个素本玩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通关时刻，这位粉丝26分享的一个进攻回放。我们看一下我们这粉丝的英雄配置啊，43的蛮王，58的女王，21的守护者，还有14的飞盾。再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阵型，这个阵型说实话有点素，但它的核心建筑全部都是满14哦。看它投石炮，看它连弩啊，看它鸟炮，还有大本营呢、啊。我感觉这大本营五颗星的肯定是啊。看一下我们这粉丝怎么操作的，带着11本的英雄打这个14本，有点素吧这个14本。但呢他核心建筑都是满级的，还是不好打的。我们这粉丝是我见过最能打的素本玩家啦。各位小伙伴如果觉得这视频很赞的，记得点个关注啊，点个订阅再点个赞嘛。我们继续来看。他还有个援军。把法师塔打掉行不行，行不行，没事啊，还差一点点，无所谓。援军打掉之后，我们看一下下一步的动作。他的英雄等级都是11本的，11本好像最高级好像也就是40级还是50级我忘了。反正他这43级的蛮王在14本面前真的脆得跟纸一样啊，打两下这血量就没了。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蛮王啊，被连弩打上了，你看这血量掉得多快啊。如果他是个满级80级的蛮王，哦，要想打这个14本真的好简单的，可惜我们这蛮王是素本来的，等级太低的。还有这守护者也是啊，他14级。看一下这女王也不行啊，60级都没有哦。我记得好像12本满级的女王是65级啊，没想到她12本的水平都没达到。看一下吧，加油，能给她打三颗星吗？应该没问题啊，我这粉丝这么厉害。希望这位小伙伴呢，这位粉丝以后有更好的素材能分享到部落里面来，你的视频确实挺有意思的，说真的。像这样的素本玩家打得这么厉害的应该大家都第一次见呢、啊、肯定很少见的，像这种是属于高手啊。如果给他一个满房14本，我觉得他打一个同本满14应该很简单的，人家素本都打得这么厉害，要是他是个满14，这个进攻玩家是满14的话，那打这个阵型那太简单了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。我想我这位粉丝他要是个满14，估计打满15都没问题啊。加油嘛，现在还有21秒哦，好像时间不够了，还有这么多的气球，还有个守护者。哎呦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，我就怕时间不够，还9秒钟啊，时间不够。如果他的英雄有4个宠物的话，那这局早就赢了，可惜他连宠物都没有啊。各位小伙伴如果觉得这视频很厉害的，记得点个赞嘛，这位素本玩家确实已经很厉害了，好吧。最后只打了 87%， 有点小遗憾没有三颗星，但已经成功证明了自己这个素本玩家不简单啊。他现在在升级14本的，13本的玩家升14的。最后祝他14本游戏愉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